Hello， 小红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陆克然，我们好久没有见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又来给大家推荐香水啦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香水呢，是非常适合夏天喷的，所以就是今天这个系列叫做夏日宝藏香水系列，很适合夏天你跟朋友闺蜜出去玩，吹着夏天的风，BGM。我觉得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比较清新、比较甜而不腻的香水。好嘞，然后我们下面就开始吧。首先给大家介绍的这瓶是祖马龙的威士忌与雪松香型的这瓶香水，它是典藏系列哦。然后这瓶香水呢，它的香味是由威士忌、甜椒还有雪松香对组成的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故事感。我喷完这瓶香水